頭盧仲恩，我而家就身處喺沙田馬場嘅開季市集樂滿分親子嘉年華，現場咧就非常熱鬧啦。不過講開熱鬧，早前冠軍連馬師葉祖航個 party 都不遑多讓噶。应届冠军练马师叶楚航早前在沙田马场马匹亮相圈举行庆功宴，足足延开65围。赛马事务执行总监利达贤以及骑练伟达、徐宇石，甚至星级马主名人陈百祥都有出席邓航哥开心，场面好热闹啊！我冇乜嘢可以报答啦，我只可以一样嘢就系尽量做好我自己，赢多啲马，报答我之前我嘅马主同埋全香港嘅 fans。馬迷，多謝曬。航哥笑起上嚟咧，面上面有個酒粒噶，面上學嚟講咧，即係代表佢旺人緣啊！呢一點我哋主持咧都好羨慕噶。啊，不過唔知道新一季我哋嘅新形象又能唔能夠為我哋爭取多啲嘅觀眾緣呢？早前一眾賽馬節目主持人齊齊為節目宣傳海報進行拍攝工作，除了資深主持，仲有今季加盟的年輕面孔董學賢、黃志康，形象都夠曬 fresh 啊！希望可以在新季節目入面令到觀眾耳目一新啦。九月八號馬季開來日，絕對唔可以鬆懈啊！因為開好個頭，分分鐘可以旺足全季噶嘛。我哋一眾賽馬節目主持人就已經 ready 好曬噶啦，有好料即刻同大家分享一下先。资深评马人张基和李洁莹由九月二号开始，一连四晚在有线18和64台的自省四部曲入面，同大家搜罗自省数据，备战开锣，大家千祈咪错过。今日的重头戏就梗系睇马匹试习啦，可以一次过睇晒多匹马的状态，对开季部署系好紧要噶嘛。另外睇埋评马人的网志都系个几好的渠道嚟噶噃，话唔定可以睇埋佢哋节目以外的意见同埋心声咧。为了配合九月八号开来日，马会网页特别邀请了一众评马人写 blog， 写下自己对赛马的独特见解，当然还有开来的心水部署，大家不妨都上去支持一下他们。如果大家都想支持一众骑练，又或者看看评马人的心水啱不啱用，嚟紧星期日沙田马场开来就是一个好机会了。新季发动，祝目开来，祝大家马运亨通，到时见啦，拜拜。九月八号沙田马场开锣日，马季精美赛事阅历赠马迷。